来，过来，过来啊，过来。不也要吗？过来。什么？那我过来嘛。我上去说什么？不，我问你。耶！波波要走了，波波要走了，好开心啊！走了。Hello Hello， 今天这个视频呢，主要就是因为波波要走了，然后我们就去送他，然后就看看他住的学生宿舍和咱们家里边的情况对比一下，看看是不是怎么着更好一些。比如说你以后如果来德国留学的话，你可以考虑一下我到底是住私房呢，还是去住宿舍呢，还是怎么样的，是吧？看看环境有什么不同，是吧？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，再去让波波带到我把我们带到那个闷子里边去吃顿好吃的。哪里呀？闷子啊，闷子啊！我说的不标准吗？太高级了，超级词汇。什么说的不标准？德语说的不太标准。闷子啊！闷子啊！就是大学食堂的意思，是不是？食堂还是食堂，所有的食堂的是吧？好，所有的食堂都叫闷子，闷子，走。哦，你拍一下那个全景吧。然后这个房子，哎呦，那还有蜘蛛网，不好意思，你不要拍我上面。然后这里是书桌，那个是我有床铺，是一张单人床，有点旧旧的。那里还有。宠物，那是波波养的宠物。养的宠物，我过几天再来把它带走。哦，对，那个已经，昨晚它一响一响的，用不了了。什么呀？它接着那个哦。哦，那就把它弄掉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小小的，对。看一下外面啊。这感觉比我那边大嘞。是不？这个能有多大呀？差不多是这一米、两米、3.5×5米，不知道，可能差不多，黑的这样是。来，都转一圈，拍一下床底。哎，我再问你一下，你这一阵住的怎么样啊？胃痛。你不行啊，你还不说句好的。太舒服了，很温馨，还有家具都有了，我有两个椅子呢。好，暖气也太足了，是不是？关了，你走了我们就关上了，关上了呗。好，关了。你走吧，那就。然后就出发了，去看他的宿舍的情况吧。看电影，上这儿。我关门了啊。那所有吗？哎。今天这个门怎么这么好关啊？之前都要咣当一下。你走，这个也可以拉着呀。然后这个包裹是波波要寄回国的包裹，然后我去帮忙寄一下。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哎，有点阴，远处的云好厚。然后这边有一个，哎，等一下，坏了，怎么坏了呢？怎么坏了？能带走啊，对，带走。哦，带走到我那边去。有吧？有，那边也有。带走呗。我摄影师只能跟在你们身后，这才是一个专业摄影师的这种什么呢？责任操守什么的，是吧？等车中。
是我们真的看得很小，你可以翻开这个，他写的这一站的名字是吧？嗯。然后往下走分别是哪一站，然后差不多到下一站的时间，嗯，然后这边是每个点儿哪个时间到这一个站的意思是吧？嗯，我们是在哪下车来着？我们是在 here start。快去快去，我们实在是受不了是他所办的拥挤，嗯，它太长了，我们现在在中途下车，然后等一辆奔驰车来接我们。我们在哪一站现在？现在是 Starter Beer Here。Stadtbücherei。他的翻译是什么？是图书馆吗？因为德国人的他是没有卷舌音的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故意这么卷给他们看。奔驰车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好大一个奔驰的标志。叫做 Studenten Wohnheim， 这是学生宿舍了。然后就拍过了，等一下，对面这一片都是学生宿舍。你俩像新生入学啊？啊？我们是新生入学。想起来了吗？来，我们俩一起摆个 pose。嗯。可是这是摄像哎。还要等着那个六人组波波宿舍的人来送钥匙。嗯，走，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包裹去寄了。听说就是在前方，是吧？顺便带着大家去。哦，顺便带着大家去看一看海德堡大学新区宿舍的风景。干啥呀你？你说。走这里边吧，里边好看一些。啊，里边好看一些。没事，反正人来了你就先进去，好吧，别冻着。都流出来，我穿着羽绒服都流出来。这是一个小型的，应该是幼儿园。看一下里边啊，挺好的一个，挺可爱的一个小朋友。设备倒是挺齐全的。那里，黄色的，走，看黄色的，
到了，传说中的 Park Station。哎，可对。对，可以啊，对，这样。呀。呀。然后你的卡吧。啊 ，manual。你说。扫这个条形码，嗯，然后 L 就可以了吧？选择，嗯 ，M 也可以。这边等一下，这边得开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发这个来。这个是吧？嗯。nine， 可以没有？啊，走了。嘿嘿，好了，你可以说话了。嗯，寄了个包裹回来再看，波波已经消失了，他应该已经进去了。走，走，我们去解密海德堡大学学生宿舍。啊，没有进去。走，波波上吧，看看你的走路姿势有没有受腰痛的影响。好惨哦，波波好惨哦。这边是一楼的学生宿舍，不是是吧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你们是四号房子里边有多少个？四个人，这种我一屋有四。嗯，行，等着吧。刚刚已经帮波波把所有的东西都搞进去了，然后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波波的步伐，认识一下海德堡大学，嗯，这么新的宿舍吧，好不好？你来介绍。Please。主要还是你来介绍。Please。哈哈。哦，这个门是什么门？进门就一个厕所，对，因为这里空间。看一下，偷窥一下。嗯。进门就是一个小门。嗯，小厕所，没有洗手。因为这里空间很小，所以。是的呀。嗯。那这门关上去。然后，里面是一个碗架哦。是的，这个是我们自己搞的，就原先是没有的。哦。从外面捡回来的。有一个舍友从外面拿过来，哦，刚好这个角落能够放下去，好，那挺合适的。然后这个就是四个人共用的厨房，就四个人共用的厨房，冰箱倒是挺大的，柜子也是四个人分，就有这么多。厨房，这是烤箱。你们平时吃饭的话，就是经常一块吃吗？还是没有，都是自己做自己的。你平时都在这儿做点啥呀？我就是做很简单的吧，面条。对，面条最多了。嗯，然后那里就是两个房间，这里是吃饭的地方。这边两个房间，吃饭就是在这儿吃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厕所，就两个人共用一个厕所。哦，这边还有洗手间。是的，这个就是我跟他用的。挺好的，这是第二个，然后我们进去，哦，就相当于总共有四个屋子，嗯，来你的堆房看一下，因为是新的，所以很白，倒是挺白的，跟我们家比就是少了几个宠物嘛，会长的，因为角落都会的，这个是夏天，床，还有电话。谁给你打电话？啊，不是，这个主要是门铃吧。哦，每一间房子里边都有一个。对对，然后就会响，按一下它就开了。哇，好热呀，这挺大的。暖气比咱们家都给力一些呀。是的。还是免费的哦。免费的吧。嗯。那个电暖那些都是包的。嗯。太爽了。可是这个倒是不大，
你看你在我们家住的那小房子是3.5×5吧，差不多。嗯。然后这个呢？这个对，感觉比你还没小，比我住的那个房子小。对。嗯。然后多少钱呢？270。270，是四人间中的一间。嗯，就自己交自己的270，每个人都交一样。就相当于你宿舍的话，就只是270就全包了。嗯，那还可以啊，宿舍还是便宜一些嘞。是，嗯，还有带花的纸，是你买的吗？前哦，刚才那个人留下来的。这个小伙子，那小伙子还挺有这种。还挺可爱的，我都没用过这么高级的纸呢。嗯，挺好的。那我这里也放不了沙发，我想买个架子。哦，买个单，你真的是单个的沙发也放不下。可以吧？放个小的可以。放了呀，放这里。放这里啊，坐在这里。中间啊。小的嘛。嗯，对呀、啊。单人的。就我们家那个沙发，你都可以放下。对啊。你说就坐着，然后在这办公啊？对啊，或者放到这里，暖气片这里。对，辛辛苦苦挨饿受冻的，本来以为过来能吃个闷子啊，但是啥都没有，还冻了半天，是不是？嗯，还在楼道里边楼梯上走了半天。对，不过可以的，把那个波波安全送到家了嘛。嗯，然后我们在我们的那个。自己就我和胡大夫两个人住的房子里面，到了这个宿舍里面，然后还是会觉得确实是小一些，是吧？局限吧。不过它价格确实很便宜，学生宿舍的价格确实是对学生很友好哎。适合单身人士居住。是的，270欧，还包所有的东西都不用你管了。嗯，但是还有更便宜的，还有更便宜的，最便宜有180。180，嗯，但是可能就旧一点，然后那些家具啊，然后地板啊，就没有这么新。它是用地毯的，地毯的话容易吸尘，很多灰尘。哦，嗯，你这儿倒是有点家具啊。家具还是配的全的，是不？行行行，那反正今天就先这样，然后以后我们会在。更好的季节，更好的天气，然后带着大家来海德堡大学这边，因为它是分两个区域的，一个是老城区，现在这边咱们在的这边是新城区，所以说到时候天气好了，是吧？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海德堡大学，好吧？海德堡很美的。行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了，拜拜。拜拜。